是省钱记事本的宝可梦。今天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是从现在起，我拿到的每一张信用卡呢，我都会拍影片做开箱分享。一方面呢，第一点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兴趣，我对收集信用卡的卡面有非常强大的、强烈的兴趣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影片是我制作，影片是我的专长，所以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，其实也不错啊。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说，哎呦，信用卡不就那几张而已，那讲完了怎么办？讲完就没有啦。我持有的信用卡其实大概从6年前开始申办到现在，已经有超过360张了。今年4月在上新闻哇哇的时候，省钱达人宝可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感谢你来。那个主持人郑宏仪又问我说，哎，宝可梦，你那时候有几张信用卡呢？那个时候我的信用卡大概是有210、220，那也不过才半年左右，我的卡片又多了150几张，这个、真的是很惊人，很惊人。这个信用卡真的会自己增值的。好啦，其实基本上就是秉持着一个分享的心态。我自己在经营部落格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瓶颈哦，就是你文章写一篇好的文章，你要写1到2个小时，但是可能没有几个人想看。对，这是我遇到最大的瓶颈。那我觉得现在也许趁岁末年初换一个新的环境，那朝 YouTube 的方向走，然后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跟大家分享，其实也不错啊。那如果大家知道我的想法之后呢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下走咯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次第一张要分享的开箱信用卡是哪一张呢？当然就是这张元大黑皮卡。首先呢，你还是要把它解开，有一个合卡的信封，然后还有就是信用卡的使用条款。那第三个呢，是他们的权益手册，新户或者是旧户加办通通都会有的。那当然重点中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一张黑皮卡咯。你把它摊开呢，就可以看到长这个样子，对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可爱，但是他那个脸哈被那个贴纸遮住，我现在把它撕开，让大家就可以看到啦。有没有？非常非常可爱的一张信用卡。那其实这张卡呢，它的优惠其实跟元大银行的钻金卡系列其实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国内现金回馈 1.2， 国外 2.2。虽然说目前有被渣打现金回馈预习卡，然后还有华南的享乐博 combo 卡，这名字很难念，享乐活生活卡，享利乐活 combo 卡，对，享利乐活 combo 卡，我追过去了。你觉得这个卡面可爱的话，其实你还是可以办吧。这个真的是蛮不错的，那这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但基本上呢，这张卡片就是这个样子啦，好，非常的可爱。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你就直接上元大银行的官网直接去申办就可以了。那你找我申办这个也是没有优惠的啦，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就是给你计算成基本的 VIP 资格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喜欢收集卡面的，你还是可以办下来使用哦。这样分享是有点虚哎。那基本上呢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这张信用卡的讯息，你还是可以上省钱记事本去看看我写的文章，那我上面都会有很详细的分析跟比较文。对，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下回再见，